大家好，我是 Rada 生态发布官熊晶晶。看着我的两位小伙伴，一位在浪漫的山野，一位在热情的沙滩，我这心里啊真是有些羡慕呢。其实呢，现代都市的摩登生活也处处充满着惬意和惊喜。就比如此时此刻的杭州夜景吧，是不是也挺迷人的？为户外探险提供多元解决方案的雷达 RD6， 面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也很有一套。同级领先，充电更快，让您在繁忙中自带节奏。同级领先静音系统，媲美新能源 SUV 的舒适驾乘。更好用的设计巧思，关注您的驾乘安全，更关心您的自在风度。让更好开、更好用、更舒适的雷达 RD6 带您探索都市纯电生活的无限魅力。本次我们不仅发布雷达探索户外出行更多可能的品牌精神，亮相雷达第一款产品 RD6，还将发布一系列超出预期的智趣户外体验和产品服务生态。 Rada 将与全球化一站式露营装备品牌挪克达成深度合作，共同探讨未来多元户外生活方式的可能。同时呢，我们还会联名开发多款户外露营拓展装备，真正做到一站式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在岑主编的愿望清单里，他为我们展示了国家地理一系列有趣又深刻的主题环保项目，而雷达品牌同样也秉承无痕的环保理念。当我们与大自然深度对话时，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同频呼吸，所以瑞达品牌与国家地理展开惊喜合作，发起守护自然奇景计划，希望有更多像岑主编一样的环保人士加入我们，共同还自然一片纯净。同时我们也将搭建 Rada 用户共创平台，构建多元户外生活生态圈，满足用户多场景的需求。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积极参与 Rada 的共创活动，我们将以场景化的用户服务连接更多志趣相投的伙伴，让每一位热爱户外的朋友都可以开启自己心中的雷达，向另一种生活出发。大家好，我是 Rada 产品发布官王建国，是喜欢多元户外的王建国。听到 Maggie 对露营、郊野、丛林的描述，又勾起了我这个露营爱好者悸动的心，特别想立刻收拾装备去野。在野外露营并不意味着要回归到原始生活，它应该是旅途中更贴心的存在，用智能科技连接起你对生活的期待，让你的每次出行都能享受细枝入微的体验。而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全新的雷达 RD6， 它就是这样一款贴心的出行伴侣，不仅能装下你的诗和远方，也能装下你的实用主义。无论是一个人的轻奢露营，还是与伴侣、家人、好友间的结伴远游，都是展现硬实力的时刻。而雷达 RD6 的超大后箱，在满足你对露营所有硬需求的同时，也将你的100种热爱一并打包带走，真正做到无负担轻装上路。谁说粗犷的外表不能有细腻的内心？前备箱的魔术空间，隐藏巧妙的设计，用来储备出行的必备单品，还可以给心爱的他制造一场浪漫的回忆，随你装载。相信大家看过雷达首款纯电皮卡的亮相，对雷达产品也有了更多的期待。没错，在多元户外无间探索的主张之下，雷达在未来还将带来一系列令人振奋的产品，包括中型纯电皮卡、中大型新能源皮卡、全尺寸纯电皮卡、越野 SUV、 ATV。 雷达的野心不仅仅带着你尽情去野，也会带着你对它的放心奔向广阔的远方。大家好，我是 Rada 产品发布官张子言，感谢建国给我们介绍了雷达 RD6 这样一位贴心的伙伴。而作为一个喜欢折腾的户外爱好者，雷达 RD6 在我眼中更是一位特别靠谱的朋友。正如韩露老师所说，
在冒险旅途中，有雨过天晴治愈美景，也有繁杂路段的恶劣境遇。雷达 RD6 作为探险旅途中的靠谱伙伴，拥有绝对的野心和无界的探索精神，与你一起驰骋到向往的远方。不管是原始丛林还是泥泞沙地，一路随心也随行。不同于传统皮卡，雷达品牌定位移动多元带电空间，同级独有的移动外放电平台，超大功率全场景放电，能够满足你所有探险全能装备以及日常食住行的用电需求。炎炎夏日，不仅需要冰镇冷饮降降温，当然动感音乐不能少。大自然给予的仪式感，便是这浪漫的月下时分。此情此景，让我们在 Radar 陪伴下好好享受这美好的时刻吧。你看，尽管身处诸多不便的户外，雷达 RD6 让旅途进行中也依然拥有在家般的舒适与便捷，让户外探险真正做到无忧无界与无痕。我是 Ray 的品牌多元好友露营叔，很多时候露营我都恨不得把整个家搬出去住个三天再回来，就算是一个人露营，我也会带一张双人椅，带整整30斤的隧道帐，甚至带一个户外空调，为了它还得配一个非常大的备用电源，如果有一台移动带电的设备就好了。说到这个， Ray 的真的是值得期待，虽然光他们就占了车里一半的空间，但是真的很舒服。除了必须的装备，我还会带一些好玩又有趣的玩意儿，把营地装点成我喜欢的样子，虽然说没什么用吧，但是至少心情会变得很好，而且很温馨，不是吗？付出的代价就是后备箱已经装满了。什么时候能有一辆超级大的车呢？能把整个家都搬到营地出来？期待一下 Radar 能实现我的心愿。现在还是多带一些实用的装备吧，这次就干脆把家里的电器都搬出来，有什么能比自己家里的更实用呢？干脆今天体验一下一日咖啡馆老板露营叔的矿坑咖啡馆，分享也是户外必不可少的快乐啊。晚上我喜欢用电影做个完美的收尾。这么快就没电了，今天好像用电用得太放肆了啊！要是有一个超大的电源就好了。算了，回去吧。越来越期待下次带 Radar 出来了。